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妹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又来挑战了地狱拉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香肠嘴的吗？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传闻之中，这间拉面店的辣度会让你变成香肠嘴，就是你的嘴唇呢，会很像被蜜蜂叮到一样，又肥又肿又红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直接叫外送了嘛？对，性感的嘴唇啊，要多性感有多性感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就直接不废话啦。对 ，OK， 我们的外送呢已经送达了，就是这一袋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辣油都流出来了，我操！然后呢，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大罐的鲜奶，哇操！看这个猩红色的辣度啊，我们今天点的是这个地狱辣，就是。辣到靠北那一种，挑战一下，看谁会先变香肠嘴啊，好不好？看谁的嘴唇比较性感。各位可以看到啊，这种猩红色的颜色，啊你啊喂，哦，光看就觉得够辣了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的布，干你老师的！你看这个汤匙，你看这个辣油，操！一口面，一口汤，赞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干真的辣！我跟你讲超辣，我没有吃过这么辣的东西。那我吃小口一点。大口，我刚吃了大口。辣吗？继续挑战，继续挑战，不能输。为了变成性感的嘴唇，我跟你讲，最佳的途径啊，就是吃地狱辣椒。一口面面，一口汤汤，赞哦！你流汗哦。喝口水，来个口水。哎，你的嘴唇怎么回事啊？哥，你直接变香肠嘴、欸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都那么肿啊？我都会怎样啊？你的嘴唇范围直接扩大，大我嘴巴！